能这个东西是好，这个边儿。这些多多少少都有一些。编程玉你也会吗？不会。这个像这种编程玉很麻烦的，不像那个小的，那个小的是最简单平板的，它最简单的。因为那边一米半多。差不多。你在公司最好戴点口罩，它这个非常卫生的。那种光光的眼镜啊，尽量你也要戴上。万一他这个你那么巧，他哪处折射过来，咱这个板还好，有些比较亮的板，它折射不是容易伤眼睛。挺慢。啊？挺慢。对。现在这个没调那么快哈。你有没有在意这个闻的时候，如果鼻子不舒服的？嗯，因为有点味儿。最好戴口罩，还有这个口罩，它都有个病。你要长期戴着，容易对这个呼吸道感染，尽量的注意点。人家讲避免。对，尽量防那个光了，快发了嘛。就那个小孩刚戴的什么那个什么戴眼镜嘛，他戴的，那种的。你有的时候保护层的话，就好多。戴口罩，你没看他口罩有个灰色的东西，你看吗？就那个戴。你抽烟吗？不抽是吧？对不对？你要干上这种活，戴口罩，你干上几年之后，你的对呀、啊，你的会肯定有影响。你先弄掉，咱回来还得处理嘛。有些不掉的，咱还得手动的把它除掉吧。对。一分钟，一分钟就要一分钟，对对对，它基本上切差不多了。拿下拿下，哥们